找他，因为我真的那是找不到呢。以后你每天还会经过小卖部楼下，你还会去李泽平那儿买东西吗？会。会。我拜托你一点，如果你找不到王迪，你也不要接受李泽平，那是害了他。让我们一起倒数个数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请按键。杨晨，真的对不起，我不知道和你分开以后你会这么糟蹋自个儿。我这么糟蹋自己，我都是因为谁呀、啊？你一直对不起就完了，你知不知道你走以后家里东西我都没动过，你衣服、你牙膏、牙刷全都在那儿摆着，我都没动过。我就希望你能回来，结果我等等你也不回来。来，你上我这儿来，怕你好像很多事情欲言又止吗？先做一下自我介绍。主持人你好，我是王迪，是杨纯的前男友。你的离开原因是如杨纯所说的喜欢上了别的女人吗？不是，其实当时分手说有女朋友有孩子，其实那是假的，然后骗他。为什么要骗他？因为关于家里头的事确实是发生了很大的变故，所以说我必须要和杨纯分开。家里怎么了？已经完全破产了，我不想拖累他。那今天干嘛又来呢？今天想过来把话跟他说清楚，然后让他以后不要再这么折磨自个儿。行，你们俩自个儿说，我没别的好说的。跟李泽平比起来，你还真不像个男人。来来来，站这儿。杨纯站那儿。来，事隔半年的一次告白，好吧，接下来是杨纯和王迪互相的告白时间。为什么当初我跟你怎么不让我
我。我有你能怎么办？以后别这样了，行不行？好好的过吧，别一直就是在我这棵树上吊死了。好好找个工作，然后找一个更好的，然后把我忘了吧，行吗？好好保重吧。对不起。能不能别哭了？能不能别哭了？别哭了。善于关心别人，他只能成为男人的负担。坦白说，我压根儿就不信这男的说的。什么事儿能让他离开自己爱的人，能忍心看着真正自己爱的人那么伤心欲绝呀？我倒可以理解，就是说他想把这个情感放一放，但是他的处理有问题。因为我曾经也有过这个工作和财务上面出现这个问题和状况，精神压力非常大。那要按这个逻辑的话，只要事业上受到了挫折，恋人就得暂时分开一段时间，夫妻就得分居一段时间，那这样岂不天下大乱？这要看他选择的恋爱对象或者是他的妻子是什么样的人。如果真的能够相濡以沫，能够一起同甘共苦打拼的，我觉得这完全没有不存在问题，这就是爱情和婚姻的真谛呀。我愿意跟你一起说，我愿意不离不弃这三年对我一点感觉都没有了。